接下来我们要教的事情叫做氧气，氧气无色无味无嗅，略溶于水，可助燃。可助燃这件事后面会再教一次。怎么样产生氧？生物教过，光合作用，二氧化碳产生氧，双氧水，待会要教的重点，待会要教的重点，双氧水制氧，待会要教的重点。学测考过的，学测考过的，刚开始发现氧的就是个实验，拿光去照氧化汞，让氧化汞分解产生氧气，这个是氧气发现的实验，这一题学测考过。氧化汞受热分解产生汞跟氧，那我们要教的是前第二个双氧水分解，氯酸钾分解产生氧，这个实验现在不教了，看一看就好，这个实验现在不教了，看一下就好。双氧水制氧，我们实验室产生氧气的方法就是让双氧水分解，双氧水会分解成水跟氧，让它反应快一点的方法是第一个加热，第二个拿二氧化锰当催化剂，拿二氧化锰当催化剂，那我们就是拿二氧化锰当催化剂来做氧气。OK， 双氧水装置像右边这个图，这根长长的管子，这一根长长的管子叫做寄头漏斗，这一根长管子叫寄头漏斗，名字要会，名字要知道寄头漏斗。好，待会有一些注意事项再说。收集的方法叫做排水集气法，就是把瓶子里面，就看看你旁边这里，这个瓶子本来装满的是水。然后空气灌进去，然后把水赶走，然后呢又收集到，叫排水集气法。第一，只要能够用排水集气法收集的东西，我就用排水集气法收集。为什么？第一，纯净，原来都是水，气体灌进去，水被赶走，所以这都是收集到都是我要的气。第二个看得出来，我看到原来水装满，然后水跑跑跑跑跑跑跑不见了，我知道我到底收集了多少，我有没有收集完一瓶，看得出来。所以只要能够用排水集气法收集的气，我都会用排水集气法收集。那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用排水集气法？到了后面会教，什么样可以用排水集气法教？收集完之后，然后把它。用玻璃片盖住瓶口，然后把它正立的放在桌上。为什么正立？因为氧气比空气重，让它往下沉，让它往下沉，让它正立的摆在桌子上。就是排水集气把它动化。就进去，然后把水赶走。所以你看得到你收集了多少，你看得到你收集了多少，而且都是你要的气体，比较纯净。所以我刚跟你讲，只要能够用排水机器把收集的，好，第一，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用排水机器把收集？难溶于水，通常参考书只有这句话，难溶于水，但是应该多加一句，不和水作用。难溶于水，不和水作用。你现在碰到的几乎都是难溶于水，氧气、氢气、二氧化碳，通通可以用排水集气法收集。未来就会出现一两个气体是不可以用排水集法收集的，未来会出现。你现在碰到的都可以，氢气、氧气、二氧化碳都可以用排水集气法收集。什么样这题也考过，这个学测也考过，问你什么样的气体，问你某气体可以用排水集气法收集，是因为它有什么性质？因为它难溶于水，不和水作用。OK， 学测考过，啊，这讲过，这些都可以。二氧化碳、氢氧气，二氧化碳最会溶，氢最不溶，但是都溶的都不多，所以都可以用排水集气法收集。这两个不行，氯化氢跟氨。
它们都非常容易溶于水，所以通通不可以用排水集气法收集。氯化氢跟氨是要下学期才会出现，这两个气体要下学期才会出现，这学期没有，你先记下来就可以了。向下排气法，瓶口朝下去收集，因为比空气气会往上冒，所以要瓶口朝下，像这样，那这样瓶口朝下，我收集掉。向上排气法，瓶口朝上，因为比空气重，所以瓶口朝上去收集它，像这样。这两个方法有什么不好？里面本来就有空气，你灌气体进去，气体会混合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你收集的会比较不纯。再来，如果它有颜色还好，如果你要收集的无色的气体，氯化氢无色，拿一个看起来透明的瓶子，往里面灌一个透明的氯化氢，你灌半天，你再灌多少？不晓得，没感觉，它可能收集完了。感觉看不出啊，因为水看不出啊，所以如果能，所以我跟你讲说，如果能够用排水集气法，我就用什么？我就用排水集气法。好，刚才那个实验的注意事项，就是你回下次做实验的时候你要注意的事情。第一，锥形瓶，就是这个要锥形瓶，锥形瓶里面要先装一点水，然后呢，这个漏斗井，这个漏斗井要长管要尽量接近底部。为什么？避免气体溢出，请背下来，考试会考。漏斗井要尽量接近底部，原因避免气体溢出，避免气体溢出。刚开始产生的气体有空气，不要收集。刚刚冒出来是瓶子里面的气体，空气，你懂吗？不要收，我要的是氧气，所以刚刚产生的气体是瓶子里面原来的空气，不要收集。另外一个重点，气体产生太快，将导管将水中就这个导管从水里面拔出来。第一，拔导管，不是拔鸡头肉骨。有些猪脑袋拔过那种不能玩意，嘣嘣，不对，拔导管，因为让导管因为里面有水压，会让它那个空气跑出来比较不顺。把它夹起来之后会比较顺利跑出去。第二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叫做气体产生太快？因为你这里哈、哦、进到水里面，所以这里面会进出一点点水。当你这里产生气体之后，压力会变大，这个水会往上跑。所以你做实验会发现，那个水会有会有水往上跑。如果你的水滋一直往上冲。喷出来的样子，就表示气体产生太快，懂吗？看那个，看那个液，看那个水柱。啊，如果在下面上下一点，上下一点，那这个还好。开始在嗡往上冲，就叫做气体产生太快，叫气体产生太快。其实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啊，理论上的要求，理论上的要求是啊，那不是个双氧管致使滴入吗？理论上的要求是要你拿滴管啊。挤挤一点一点的滴在那个锥形瓶上面，然后那个倒下去。可是你们通常不是这样做的，你们都是拿起烧不用倒的，知道？因为你用倒的，所以会可能会产生太快，产生太快啊。所以如果产生太快，将导管从水拔出，这几个都是会考的，都会考的。漏斗井要接近底部，避免气体溢出。一开始的气体不要收集。产生太快，将导管从水中拔出，这几个都是会考，请你都要背下来，请你都要背下来。